物种人还是有很多的国家的瓷器人啊汇合在这里，人人都是共同一念心，共做一件事，成就呢一项法，这个法就是瓷器法。瓷器人共行瓷器事，用爱展开双手拥抱难免，亲手遍布施，这都是呢因缘呐。所以说来，人间呐、啊，地球上啊，各有各的业。佛陀说，种子都是业，咱有这个因缘业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那就是法脉相传，法瓷器法，瓷器法过去也是没有瓷器这两个字，几十年前呢、啊，一念心，一颗种子，所以呢，把瓷器两个字。因缘会合，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。瓷器人呐、啊，已经呢，瓷器人人力合成，这从近而远，从小而大，现在可以看到。遥远的地方，有一群不同的国度啦的瓷器人汇合，在那里发挥帮助苦难人。现在还会延伸到未来，在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国度。有瓷器人在乌克兰，这都是呢因缘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